现在呢，就是在世界杯的纪念品商店为大家做点现场的介绍。这个刚才这个篮球，大家想必这两天非常喜欢这个项目，既有阿拉伯风情，又有世界杯元素。哎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，拉伊博的一个秘密，就是拉伊博也是我们中国生产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盒装的拉伊博这两天一般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，以及它也非常受到欢迎。大家可以看这行字。这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 ，Made in China。所以说，拉伊博也是我们中国生产的。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球迷最自豪的一点是，我们的中国元素在世界杯的纪念品店里无处不在。大家看看啊，还有这个钥匙链啊，徽章，以及这个所谓的小挂件，琳琅满目。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元素呢，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尤其你看这个世界杯的元素，这个大力神杯是目前在这儿卖的最好的一个，看一眼它的价格。大家可以看啊，就这么点一个小徽章卖60块钱，而且注意一下，看到 Made in China 了，是可以说在这里面80%以上的纪念品都是中国制作。我刚刚发现一好东西，这个我刚刚买了一套这个小的杯子，大家别看这杯子非常不起眼啊，第一，这个杯子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中国制造，这个第一体现了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元素。第二点来讲呢，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文化典故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小口杯，这个形状非常独特，既有卡塔尔的元素，也有世界杯的元素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著名的阿拉伯咖啡的口杯。阿拉伯的客人呢，一般来讲呢，只要是招待客人，一般都会用非常上好的阿拉伯咖啡来招待客人，他们每次用的口杯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在这届世界杯上，主办方把他们的纪念品做得既有地方特色、民族特色以及世界杯特色。